10月12号，5月12号的早上8:30，不管你是新会员、老会员，啊，请你注意，我们的会费到现在还剩17期，是1500块钱，你要把握机会哦。啊，我要中奖，一连续都中奖，我不中奖也没赔过啊，我获了3期4期，我凹回来就对了。我的牌子只有老会员5只，新会员啊是8只。那么老会员呢？这边是全车二中一，全车1只；新会员这边是3只，啊，碰那个全车啊，中奖机会都很大。像昨天新会员这边中2车啊，中1407，啊，2期呢我们是附加价值，啊，2期附加价值。所以呢，你赶快到邮局划拨，邮局划拨18615906，18615906。户名是环球邮报有限公司，啊，那个如果说用现金贷是最好，麻烦你用现金贷寄到台北邮局，台北邮局10707号信箱，台北邮局10707号信箱，环球邮报有限公司收，电话0979-04-04-92，找燕记者，啊，赶快加入，你不加入是你。你自己不想赚钱那是你的事啊，我从来没有赔钱的，我也从来没有说会员要见证，会员有什么好见证的，我一切都是公开的。